得六神通，乃愿得乐。离苦得乐之己，乃同佛光寿无量，故第十二、十三顺次而愿。好，先看到这边，从第一愿到第十三愿，你了解阿弥陀发愿的用心，也了解第一愿到第十三愿的次第苦心，你一定会感恩阿弥陀佛的付出，你一定会念佛。第一愿没有三恶趣，就是阿弥陀佛要救度有三毒的凡夫。如果阿弥陀要救度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他不用发第一愿。所以第一愿誓愿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就是要救度有贪嗔痴三毒的凡夫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愿就是要让我们安心念佛。你念我佛号，回归我的净土，不会堕入三毒。因为对众生而言，最怕堕入三毒，受苦受难。所以第二愿是要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到他方世界去广度众生，供养诸佛，不会堕入三毒，叫不根恶趣愿。所以第一愿、第二愿是希望众生能够离开三毒的痛苦。第三愿悉皆金色愿，就是让往生的人都能够跟佛一样紫磨黄金色身。第四愿没有好丑愿，就是每一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没有高矮胖瘦美丑的差别，就没有比较，没有痛苦。第五愿到第十愿就是六神通愿，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神足通、宿命通、肉尽通。请问大家，你现在有没有神通？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靠着阿弥陀佛的第五愿到第十愿，你就记住六种神通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讲一个神足通就好，神足通就可以分身千百万亿。你现在有没有办法分身？没有办法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所以你们现在看到法王座的信念师父是本尊来的，我本尊从台湾来到我们马来西亚，因为我没有神通，所以我只能本尊来，不是分身来的。那晚上你们回到我们佛光寺来听经闻法，请问你是本尊来的还是分身来的？你们是本尊来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没有神通，我如果有神通，神足通可以化身千百万亿啊。所以《战佛记》有光中化佛无数亿这一句，有没有？你会不会变化千百万亿分身？不会。如果会那就好办了，化一身去洗衣服，化一身呢去炒菜，化一身去扫地，化一身去上班，化一身的去做其他事情，哇，多好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有这六神通愿，就足够诱引我们升起念佛心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啊？要的请鼓掌。所以啊，从第三愿到第十愿，这九愿就是要让你得到快乐。第一愿、第二愿让你离苦，第三愿到第十愿让你得乐，第十一愿让你成佛，更是呢最大的快乐。第十二愿让你跟阿弥陀一样得到光明无量，第十三愿让你得到寿命无量，跟阿弥陀一样。哇，太好了！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老不变不死，这样的利益你要不要得到啊？要的人请鼓掌。好，请看底下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，趁第二十三、二十四、四十二、四十五等愿力，可立誓供养十方诸佛。哇，这一点也太好了！喜欢到世界各国观光旅游的人一定要念佛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仰仗阿弥陀的第二十三愿、二十四愿、四十二愿、四十五愿，可以呢
刹那之间到无量无边的净土世界供佛，你就可以游遍无量无边的净土世界，对不对？所以许多人老来都打算呢环游世界。我跟你讲，在家好好念佛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可以遍游无量无边的净土世界，也不用钱。你现在老来要环游世界，你要准备许多钱呢，没钱你就做不到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要不要好好念佛啊？当然要，请看底下，趁第四十六愿力可以随意闻法，哇，太方便了。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听佛菩萨说法，听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舍利、嘉陵、平阶共命之鸟说法，听天夜明空说法，听啊风吹行树说法，太殊胜了。趁第三十八愿力，亦得衣服随心所欲，哇，太好了！我们现在要做一套衣服，要不要请裁缝师来量制定做？要啊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穿衣服，动一个念头，衣服从虚空中飘下来，穿在身上刚好合身。确实非常的妙，没有时间多说了哈。趁第三十一愿力，可见十方佛土；趁第二十九、三十愿等二愿力，得智慧辩才无碍。太好了，这一点我最喜欢，因为说法人特别喜欢呢，辩才无碍。所以你现在呢不识字没有关系，法文的能力不高也不用伤心，你念佛到阿弥陀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得到无碍的智慧辩才，你就会到他方世界说法度众生了，太好了，对不对？只要你念佛往生，趁第二十五愿力说法如火，趁第三十四、四十七、四十八等三愿力得无生法忍，不退转地。二利他，彼土菩萨亦游化十方，可趁第二十二愿力上供诸佛，下化众生。由以上八点主写弥陀本愿，念佛法门实乃一圣圆顿法门之心要，是众倒数得度之法传，曾是末世坚实还以出离之要道，故古德言超是本愿之精言者，是凡夫往生之子路也。圣反同往以净刹之生一生之念佛者，指道属应载之宝居也，悬以其成以花台。梁以弥陀持尊乃含脸父母，菩萨今师常以大悲接引众生，况念佛人。师姐成佛以来，身为我现，手为我垂，罪容我忏，名喜我持，拔我之苦，觉我之迷，护我以念，接我以食，知我华庐，益我廉耻，及今念外身心，莫不贺起恩利其老之德，昊天王极。确实最后结论的话，彰显阿弥陀的慈悲，真是呢啊，究竟无极。阿弥陀佛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，对我们的恩德太大，十八愿要度化我们，我们把十八愿依教奉行，阿弥陀一定非常欣慰，就如同子女听话，父母一定非常欣慰一样。当我们每天念佛，是阿弥陀最高兴的。所以最后结束之前，信念呢，要请大家每天再怎么忙，早晚记得打通电话跟阿弥陀请安问候，知道吗？早上打通电话给阿弥陀佛，晚上也打通电话给阿弥陀，天天如此跟阿弥陀请安问候，你就跟阿弥陀越来越亲，对不对？你临终阿弥陀怎么会不现前迎接你呢？早上打一通电话给阿弥陀佛，晚上打一通电话给阿弥陀，天天如此一直到将来临终，你能不能做得到？能。现在我就要告诉你们阿弥陀的电话，你们要抄起来哦。阿弥陀的电话就是六字，南无
阿弥陀佛。好，时间到了，向大家报这里，祝大家每天念佛，法喜充满，福慧增长，祝大家一心念佛，成就佛道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本愿山弥陀讲堂地址：台中县潭子乡嘉丰路35号，电话04-2539-5833、2539-5834。感恩十方大德的发心护持，邮政划拨账号22211781，户名蔡丽智，是信愿。欢迎各寺院道场礼请信愿法师前往弘法。